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视频是马里奥奥德赛的一个视频，然后最近呢是更新了这个系统啊，然后模拟器也升级了，然后可以测试一下这个老游戏这个马里奥的这个性能表现啊。这边先开的是这个最高性能档啊，我这边再切一档，可能这个帧数过于流畅了，二十。这边看一下中低性能。10瓦哦，这10瓦都能玩啊，10瓦都能50几，哦，有点掉帧了，还是稍微调高一点，高性能吧。这边还是蛮流畅的啊，十瓦的一个状态。现在是要去哪里呀？以前玩过，我忘记的，好像是上船了，现在。十瓦还是有一点掉帧的啊，50几帧应该比较行。这种也是可以用的啊，这个声音。推不开吗？
马里奥是脏掉了啊，估计贴图图片还是有点问题。第二张图了啊，经济会读加载一点画面，然后都是一点点加载出来的。出场率就有点卡了，好像是他在干嘛，跳舞吗？场景有点卡了，再切换一下更高兴的。现在感觉是流畅一点了，那瓦数还是上不去啊，真奇怪。我们开这个自定义锁屏啊，还是上不去，那说明它这个模拟器在这里的运行效率就不是很高，有一个四十几帧左右的一个表现。关掉这个锁屏来看一看啊，是不是我开了这个解锁备屏之后的关系？哦，这个游戏就是六十帧的，马里奥就是六十帧的啊。解锁了之后也没用，它就是个六十帧的游戏。基本上就到这里了啊，谢谢大家。